真的很爱你，不要你负责，不要你痛苦。八点档女星梁家荣出道超过20年，演出太阳花小三角色，而爆红。今年51岁的她外貌几乎没有变化，饰演一圈著名冻龄女星。而梁家荣造型总是温柔婉约印象，最近尝试剪了短卷发，青春俏丽的模样让人大赞。瞬间年轻20岁，只见她顶着一头浅褐色短发，刘海造型凸显年轻感。仔细一看。 复制状态相当白皙透亮，岁月仿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她在贴文中写道：“越剪越短，再烫一点微卷。喜欢，自认成了短卷发控，超喜欢这新发型，笑喊开心又自在。”梁家荣冻龄功力高超，是演艺圈公认的美魔女代表。 多年前还以绝美素颜登上 PTT 表特版，这次新造型秒被粉丝追捧，连小15岁的男星杨浩威也留言夸差点叫他美眉，引来本尊校尉是妈妈啦。不老女神邝明杰也赞，可以演我女儿了，让梁家荣不好意思回嘴。亲家母快别这么说，你也超青春活力，意外引起讨论。那将来我的命运会是赵家的女人，还是汪家的女人？ 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，不要开灯。你觉得这样很好，有月光，可是不会太亮。